跟它焊盘差不多大就行了、嗯、啊，就是跟比焊盘大一点点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然后的话你如果是这里还有更大一点的吧，我给你配了三款，这一款就更大一点，这款更大一点，那你可能就是焊这种稍微大一点的点，嗯，这种比较大一点的点啊，对，你小点的话就选小的，这种呢，焊这种。哦，小的就选小的蜡铁，大的就选大蜡铁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。但是差距不要太远了，你像这个焊这种，比它大这么多的点，就有点不怎么好焊。OK。